可以咁冇精神嘅？点算啊？早晨啊，大家！其實而家嘅時間咧已經就快3:30啦。其實我係趕住出門口嘅，咁所以我哋簡單做 opening 啦。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新年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去個 Lodge 喺嗰度做一日店長啦。咁然後嗰條片咧，其實我係不了了之咗，因為當日咧其實個拍攝咧非常之混亂啦。然後我同撲直咧好多 footage 其實都係重疊咗嘅，咁就搞到咧我有少少唔係好想出啦，即係我覺得拍得唔係咁好啦。簡單啲嚟講，真係走咗數，屋企有認罪好冇。咁但係今日咧啊，就迎嚟我呢個洗白機會，因為今日咧就將會去呢個旺角 Moco Lodge 店嗰度。咁一間咧我就會同撲直一齊過去拍嘢啦。雖然不是一日店長，但總算找回條數給大家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，多多出門口。我現在完全一個剛剛睡醒化好妝還沒吃早餐的一個狀態，但沒有時間吃早餐，所以我喝雨酸。我今天決定了我要帶一支大的腳架出去，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幫我們揸到機，哭直有他的事要做，我就費事麻煩對方。其實我想說站在一條街上開腳架真是一樣令我感到尷尬的事的，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Lodge 爸爸就這麼啱有人揸車去接我們，現在就接了 Patrick 那邊。蛤，他跟我說慢慢，然後他拍了一張照片在我家樓下。 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我要閉眼仔吃，我就可以出門口。他本身吃了東西，這個是零食來的，大家不要說我虐狗。 OK， 嘻嘻哇，你咁醒嘅，你坐喺度嘅，兄弟，小手，结拜，乖仔啦，乖仔啦，要走啦，要走啦，要走。又系嗰啲拍拖前紧张症咧，七点钟就要瞓。7:00起身，冇瞓过。跟住我又瞓翻嘅，7:00之后，我拣瞓到5:30。其实我哋今日唔系 Lodge 嚟工，系 IT。真系。我哋而家咧就去紧一个，呢个系准备中嘅呢个我哋而家去紧呢一个 Lodge 嘅店铺嗰度。我发现星期日系极多人。其实我哋系咪唔应该星期日嚟咧？如果我哋系谂住间铺，一间铺咧系发现系劲多人睇紧咧，跟住我哋过唔过去好咧？过唔过去好咧？系啊，厂商话系想多人嘅，佢话唔介意多人咯，好介意，因为我系咯。但我喺度好介意，有人嚟攰之前開心，但我驚係做唔到我哋要做嘅，變咗係咁同觀眾影相咧。因為你又冇理由唔理啊，你又冇理由同佢哋講我唔卵樣喎，嚇唔卵嘅喎。個主線啊，係勁多支線，跟住做唔到主線，而家有啲多人。哇！我哋而家要太多人啦，唔係太多人啦。嗰啲班真係講得係，我哋而家已經過到嚟旺角嘅Lodge 系店面咯 ，Oh my god！ 大家我哋即刻入嚟望一望，到底呢个 Lodge 系店面入面有啲乜嘢嘢咯？呢一只系咩嚟噶 ？What is that？ 好难。喂，唔系呢个好 fail 喎。欢迎嚟到我哋 G50X 嘅位啊！大家见唔见到呢一 set 咧？就系我而家屋企用紧嘅呢一 set 啦。哦，但系 Lodge 系唔满足，佢哋追咗我个新嘅 set， 即系呢个。G50X 一撳落去，哇，有燈喎，咩事啊？好啦，咁由於呢一隻新嘅 G50X 啊，非常之多嘢可以介紹，好陰。呢個能量喎，好攰，呢個能量有啲攰。咁我哋而家咧入到嚟呢一個位嗰度，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貓屎啦。咁然後我哋再望下出邊嗰個位嗰度，哇，有好多唔係貓屎，係觀眾啦，哇，竟然有咁多觀眾。即係我哋轉頭咧。我哋真係去行呢一間鋪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就會出去同觀眾互個靚動先，順便找翻大家一日店長條數。哇！今次唔會走數嘅，因為呢條工商嚟嘅，所以唔會走數，大家放心。你咁 hyper， 我唔再 hyper 啲唔到。為咗慶祝呢一個咁開心嘅日子，我決定喺呢一度打翻個質手翻俾大家睇下先。阿尼，哇！可以，你覺得好好啊？打關，下次打關。我藝表演有燈牌，少少錯。講真，今日終於都力壓三線 YouTube 嚟。我話嘢力壓唔到啊！我而家兩邊嘅觀眾其實互片緊，我哋正式開始第一屆 YouTube 格鬥大賽。咁多位信徒 ，Lodge 系嘅貓屎結合咗最新嘅技術，今次除咗改良咗佢哋原本 G502 嘅版本之外，今次佢哋呢一劑，佢咧。你哋係咪要我整爛咗？並不是，其實呢個就係佢全新嘅設計，就係俾一啲如果你隻手好大，唔可以講粗口，我哋呢條 clock 就係如果俾你隻手好大嘅人咧，哇！你竟然可以反著足咁，其實我今日係準備咗一個特別嘅表演環節俾大家，就係表演一個 YouTuber 嘅開箱啦。我係帶咗我哋呢一隻咧，係我自己私家用嘅 G50 嘢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去表演一下，到底我平時拍開箱片係點咧？你覺得我會唔會卡稿啊？我心理，我哋正常拍開箱係點啊？唔記得咗，等陣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柔啊。今日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柔。今日咧就要同大家開箱呢一隻 G502X 啦喎，呢啲啊。我哋到底今日会 NG 几多次可以读完一条片咧？咁今次 G50X 咧，其实就有三个唔同嘅款式，一个就会发光嘅版本，一个咧就系唔会发光嘅版本，但系呢一个咧就可以平价啲，但系都享受到 G502 嘅好；一个咧就有线嘅版本喎。咁今日我梗要同大家开箱无线得嚟就会发光嘅版本啦。
強烈懷疑今日咧係個 plan 嚟嘅，係嗰啲咩尷尬挑戰。有啲 ASMR。咁我哋係我哋而家就有啲、哦、哇！為咗平時開心有咁多人喺隔離做效果，我對唔到焦啊！呢啲三線 YouTuber 唔係好吸力咯。哦哦，喺呢一度可以證明佢係真係新嘅，因為啲招子全部未必嘅。OK， 嚇呢啲哇 ASMR， 我咪度。唔係即係變咗嗰啲鹹濕直落。但我知冇人想睇 ，OK， 我收翻埋 ，OK。佢同舊嗰只 G502 咧，到底有啲乜嘢唔同呢？就係在於咧，其實呢一隻 G502X 咧，經過啱先撲直嘅觀眾驗證咗啦，就係佢係輕好多嘅喎。你一拎上十 ，Oh my god， 就分得到啦喎，好驚跌啊！我唔賠嘅真係。咁然後我哋而家打開呢、這個，我哋進行呢個亮燈儀式啦喎。係啦。我已經開始想不到要講什麼，我已經開始進入一個詞窮狀態。如果想跟我拍照的話就請過來這邊，那就可以過來跟我拍照了。我在我自己 Q 自己拍照真的有點尷尬。你自己我幫你來多次媽寶淪落到這個地方。這個是之前一日店長簽，主要是簽我部機度的這位觀眾。竟然有一個簽電話環節，你想我簽邊度啊？呢個位，都難。打橫同打直有啲唔同嘅，不過我盡咗力噶啦。我其實對於簽名呢樣嘢好驚，因為我知簽名咧有俾人話過，銀行簽名我係永遠都一定簽唔中嘅，因為啲簽名係唔一樣，所以每一個都獨一無二啊。好有嘢啊！哇，我竟然有收到，咁係我嘅玩具定係色色嘅玩具咧？呢一隻我覺得係會被色色摁到，多謝你哦、啊！哇！我喺角落位度簽咗，係簽電話環節啦，係簽機身啊，大家。進步咗啊！我啲簽名，哇！哇！揾我簽啊？係啊，機身嚟喎。我覺得簽電話很開心喎，因為簽電話係真係十個帶住我走，電話嘅位唔多，唔通你簽十幾個 YouTuber 嘅名上，但係得兩個，一個係 Patrick， 一個我嗰個大啲，我自己簽大佢哋不過。多謝咁多位觀眾今日參與我哋呢一個 Logitech， 其實唔係一日點樣，但係變咗一日點樣啊嘅環節。多謝咁多位嚟參與，咁如果大家睇到呢條片，其實條片未完嘅，不過你可以訂閱咗我同埋訂閱咗 Patrick 先，然後我哋就可以進入食飯環節噶啦，拜拜。好啦，而家翻到屋企再同大家介绍多啲关于 G502X 嘅资料啦。今次咧只 G502 啦，可能大家会觉得佢嘅外形咧系非常之熟悉嘅，但系其实咧佢哋系经过重新设计啦。佢嗰一只有线冇灯嘅 version 咧，更加系减到 89g 咋。同时间佢亦都配备咗13个可以自定嘅控制键啦。如果咁多位观众有需要嘅话，都可以去翻佢哋 Logitech Hub 嗰度做 setting 嘅。同时间今次咧只 mouse 亦都系配备咗 Hero 25K 光学传感器啊。呢一个传感器其实可以令到你 mouse 嘅追踪能力更加强啦，同时间佢嘅电力效率都会更加高。简单啲嚟讲，你用无线 mouse 系可以用好长时间都唔需要插电啦。好啦，咁详细介绍我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咁多位有兴趣嘅话，就记得去翻我哋下边 info box 个网址度睇下啦。哇，我第一次喺呢一个位度望落去。呢个停车场靓。系咯，呢个停车场真系唔错。唔錯。我唯一未克服到個尷尬癌就係喺餐廳拍嘢。我咁樣講嘢 OK 嘅，我哋呢個位好舒服嘅。咁有你話坐嗰啲可能就窄啲，係啦，咁就尷。你喺條街度唔驚打擾到人，但係喺餐廳度就我就真係會驚，因為我要企喺度承受大家目光。就我曾經有諗過咧，要去拍嗰啲係做餐廳啊食評嗰啲咧，但係後屘不了了之咗。今日嗰啲 hyper 係完全發揮唔到，唔通個餐廳哇！各位觀眾有。俾大家睇下呢、這個，呢個係沙律嚟，佢嘅前菜沙律。啱嚟話大家介紹翻，呢一個係沙律，呢一個係佢嘅前菜。只要你有呢個匯豐嘅 red card， 我 stop 啦，勁黑 sell。之前成日都緊張咁樣出嚟試，可以搞。即係你話你會緊張，其實我應該做，應該同你差唔多，都係會拍呢啲嘢緊張，因為諗住咧第一次機會咧，你冇得保證噶嘛。有時你自己一個人拍嗰啲嘢，你就但係你唔係上台，唔係應該都 OK 嘅。上台反而我唔驚，因為上台就你。我乜都驚。上台係拋呢個身出去咧，你做咗無論你做得好定係唔好，都已經喺個台。我上台係擔心冇人嚟咯，但我唔係擔心個表現咯。但係你平時拍啲咩令你覺得？
好驚，我覺得有 check 緊。今日咁多。啲觀眾啲反應係會再嚟。嗯，我其實可能有啲音頻嘅嘢，可能先知啊。例如話，假設如果我而家支麥係鬆咗嘅，其實我哋係 keep 住有聲，但係 keep 住。咁樣啲聲咧，咁你又唔用得噶嘛？你點整都整唔到啊嘛！好陰噶啦！咁但係今日呢個場面係冇可能還原翻噶嘛？我假設我可以再嚟過，但係又唔再嗰件事嚟啊！咁我會唔知點好啊？點入？嗯，好啊好啊，唔該。我翻嚟攞入啲有少油嘅地方就會有啤酒。你真係唔飲啊？我真係唔飲啊！你係真係飲少少酒就會醉啊？你有冇 test 過啊？即係你有冇測試過？假設係可能飲。呢度半杯就冧噶嘛？哦，飲咁多咧，我就會影響我的工作表現啦。已經，我唔會醉，我唔係冧，但我會集中唔到咯。我飲咗一半嘅話咧，我就開始講嘢，開始有啲搞笑。其實我真係飲酒，我都唔中意飲到好醉咯。我中意微醉，但係唔代表我中意湯咯。其實我都中意微醉，但係個後果就係乜都做。而家俾一啖你啊！雖然就係開台之後就有少少語無倫次啊。但其實咁樣唔係，其實大家咪想睇咩？但係做唔到嘢啊嘛。大家如果你想睇嘅話，你過一萬 like， 一萬 like， 好啊，一萬 like， 一萬 like， 開個 show， 開兩個 show， 一個咧就是我跟你飲酒，一個就是你跟我跳舞。OK， 咁就混循翻啦。大家試下大家唔熟悉嘅領域咯。好啦，今次呢條片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拜拜。暗著鏡頭，好老土。